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你快帮我看一下，我挂了几颗啊？两颗。啊，拿呢？这。完了！选文科的人比之前少了一半，我的名字居然比之前还低了。这要是让我妈知道了，那你挂了几颗？这上面没有我啊！这事儿，我不可能让我爸知道。哎，车哥，你爸喊你去他办公室一趟啊！啊！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，加油啊！防疫 NBA 季节赛要开始，我这张战报正记录着王者诞生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就跟叶子的那个分析手账是一样的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俩现在连说话的样子都一模一样，跟他什么关系？那个我去小卖部，你们要带什么？巧克力。巧克力是吧？嗯。啊，你不吃啊？哎，我要买那个大的，就是那个榛子味。陆明，过来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过来。哎，陆梅家长，等会儿。陆苗体育能不好，天天这么追，别看了，快学习。哎，我说这苗姐总能突破我的想象。谁还没个难缠的家长？妈，你别追我了！给我站住！不疼啊！吓死！哎，是我的鞋。你。追不上你，我还追不上你。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你说你模仿你有点技术含量好不好？你我就这个水平了怎么办？你说你这个阿姨，这楼道里这么多人，你们这不合适吧？晚上回家啊，我给你做竹笋烧肉啊，别忘了把他带回来。总算是逃过一劫了。逃过一劫，不见得吧。